进入冬天后就是发热衣热销季节，但立冬都过了两周，全台依旧出现三字头高温，天气暖烘烘，国内成衣厂业绩却得面对景气寒冬。鸿儒法说会时就表示，受到欧美品牌以及通路商处理库存影响，让客户延地出货，十月是成衣谷底，预计成衣库存调整得至明年第一季。而巨阳虽然日系客户的订单仍在成长中，但美系主要客户的库存调整期仍在观察当中。2022年上半年呢，我记得运动品牌他们其实下单是过度乐观的，造成了整个美国和欧洲的地区的成衣的库存压力是相当沉重，主要的品牌大都是以库存去化为主，然后少量开发新品为辅的一个经营方式。去年下半年欧美率先边境解封，买布作衣需求高，全能开工到今年第二季，但随着美国升息消费减少，连成衣中上游的织布纺纱厂也跟着受到影响，像是原纱加工厂今年第四季的开工量就比前一季减少三成，粗估布料出口至少减两成。以聚酯加工丝纺纱产品为主的新鲜表示，加工率降至60%左右，另外加工丝厂弘毅公司稼动率落在60%左右，已经不符生产成本。比较乐观的厂商其实预估在2023年第一季可能就会缓解，那比较悲观的话，它其实拉长到整个展望要到2023年的第三季可能才会比较缓解。分析师认为，买气回温除了得看影响经济复苏较大成因的美中关系与乌俄战争的地缘政治外，还得有待通膨明显降温，让经济有望复苏。镜新闻谢维黄冠伟采访报道。